今天我们带着大疆全新推出的小 Spark 掌上无人机来到北京，与大家见面。我觉得 Spark 的特点就是特别小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，出乎我意料的小。如果不把 Spark 算上奖的话，其实比这个大钱包还要小很多。它跟这个手机或者是跟一罐可乐的大小都差不多。这次大疆 Spark 特别加入了五种多彩设计，这也给用户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。在活动现场，我们演示了离线短片和手势控制功能， Spark 在手掌上就可以起飞降落，实现真正意义上易如反掌的操控。可以用手掌去掌控，对于一些无人机小白来说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出门旅游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非常方便的携带，放到包包里面，然后手掌起飞和降落，那一定是很不错的。我觉得 Spark 是一个让人人都可以航拍的新的自拍神器。这就是大疆的小 Spark， 功能强大，小巧易用，让你随时随地挥洒创意，点亮精彩瞬间。